with the dough. Yeah. Let it love go. 5, 4, 3, 2, I don't wanna go. This is the show. This is from love. Sexy. Whoa. Real. 所以你跟爸爸妈妈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 ？Hello， 感觉年纪都好小，真的在这样面对面看的时候，反而没有刚才聊天的时候那种开始装正。对对对，真的不是。你现在想扮演一成是不是？完全不是，是真的是真的，但是我还是可以，还是会拍手。都是我们今天年纪要再往下降。我们第一位出场的有两岁的，对，不会走，所以让我先去后台抱他出来。没有这么小，我们加个十好不好？超强！我们请到两岁会跳舞的，是不是？超强哎，到世界，难道是绝对世界级的啊？对啊，不可思议冠军啊！好，那我这边呼吁广大的网友，如果你们家有2到3岁的小朋友，没有，就2岁，2岁，3岁已经会走路。好，2岁内很会跳舞的，可以私信我们，我们会邀请来接你。绝对专访，他们专访，专访，你要问他什么？我们这边在问2岁的什么？做特辑，奶好吃吗？我们现在欢迎第一位舞蹈神童麦特。几岁？我12岁，今天刚满12岁。生日快乐 ！Birthday to you！ 所以你学舞多久了？学舞6年。哦，6岁开始跳啊？对。所以是你自己想学的吗？对，就是小时候我就是放学回家都会拿 iPad， 然后看 Big Bang 的影片，然后学他们跳舞，然后妈妈看我很有兴趣，就带我去舞蹈教室学。所以是 Big Bang 开启了你的舞蹈的那个生涯。对。你 Big Bang 最喜欢谁 ？GD。Catch me！ 不要看到那个影片。啊？我有看到万岁哥哥的那个影片。你觉得他像 G？ 你觉得他像 GD 吗？不像。我跟你说，上节目不可以说谎，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像。啊，对。他说谎了吗？小孩，你要让他做自己 ，OK？ 啊。所以你现在是你有打败过大人吗？有。什么比赛？就是我有跳 Lucky 在 OBS 打败过一个菲律宾的大人。几岁的大人？国际比赛？我不知道他是几岁。87岁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87岁是音乐整天要出招的时候，刚好音乐停了，结束了。所以那个是国际比赛。对，可是那个时候我只有7岁8岁。哦。OBS 在 Lucky 里面是非常多人向往可以在里面得到冠军的，太强了吧！所以你认识他吗？蓝波老师，对，你有看过他跳舞吗？没有。嗯，你要不要看他跳一段 Lucky？ 好，来老师。该不会也是一样秀蹦啊？秀蹦。哇，这个音乐，哎呦，有 feel 了。哎呦。麦特，你觉得他跳得怎么样？非常厉害。有比上你打败的那个菲律宾人厉害吗？差不多。被打败了。他意思是说他可以打败你啊？我听不出来啊。所以你有更新的招式吧？没有，因为我现在跳的武功不是 Lucky。是什么换的？我从大概从10岁开始就转 Breaking。为什么 Breaking？ 对，地板动。你说在要？在地上拍那个，哇！那你在 breaking 这个领域有得过什么厉害的成绩吗？我在去年的时候有得过那个奥运积分赛霹雳舞的年度总冠军。哦，奥运呢？奥运积分呢？奥运积分真的是跟大人一起的吧？不是，它是有分
青少年组、跟青年组还有成人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很期待你的表演哦。好，哇，欢迎麦克，第一个就好厉害，而且又会讲话。对啊，你应该有人想要签你吧？你这么会帅，又会跳舞，又会讲话。之前是有跟我的团体，好像是七个人还是五个人，我们有一起去韩国出单曲。哦，已经出，然后呢？然后是韩出一首单曲，然后是就是全部都是韩文的。所以你会唱韩文歌哦？就那一首而已。你可以现在唱一下副歌给姐姐听，阿姨听。Oh I wanna do say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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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, Oh I wanna do say y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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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 yeah yeah. 猫超人头几根手里几落，欧人半不蹲那起个不落。I've control, I've control， 差不多就像这样。帅到爆哎！好帅，麦克加电到哎！有没有很多女生喜欢你？学校有学妹写情书给我。哎呦，你有答应吗？我没有回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我的菜。哦，那你的菜？跟阿姨讲，你的菜是哪一型的 ？IU。哦，青春，可是他年纪比你大很多哎，只要喜欢年龄不是问题。哇塞，为什么都很喜欢你啊？问题是 IU 现在的男朋友是李钟硕，很帅哦。我知道。你有没有很伤心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以后我认识的人应该也会有长得像 IU 的。哦，你一定会吸引很多女生，真的，好，期待你的演出哦。接下来要欢迎下一位舞蹈神童穆璇。哇，气势不够，气势不够，停不下来，哇塞，欢迎穆璇。哇，你好，这个很黑人风格哎，要不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穆璇，今年十二岁，是六年级。你才十二岁？所以你是几岁开始学舞？我从九岁，大概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街舞，然后以前再小一点，可能是就是想要兴趣，然后就学芭蕾舞。那你现在这个造型是你自己平常跳舞会做的造型吗？不会，就是想要做出一个反差，就感觉平常都很素，然后呢，一到台上，哦，砰，就是哦，不一样。所以你平常就是一个乖乖的学生的样子，打扮一点。你有没有什么厉害的拿到的成绩？对，吓吓我们。好像什么街舞大赛啊之类的。有台中杯的第三名，还有星光杯的第三名，跟女力杯第三名。那你当时拿到这三次第三的时候，你都觉得那个一二名是应该的吗？因为一二名都是一样的人，都是每个比赛都会出现，都是同样战的。对，所以你就一直没有打败他们过吗？没有。他们真的有比你厉害吗？我只是觉得没有。对，泰瑞克，啊，我真的忍你很久了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一直要这样？这就是一个 everybody 这样哎， everybody 没有 everybody 是不是暴动，对不对？你跟阿姨解释一下。我知道这是在街舞界或是 rap 界会这样。但是我们是啊。但我们这是个谈话节目，你在那边这样干嘛？我真的忍你很久，你每次这样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算了，先不要讲他，因为我都很想吐。可是我今天真的是，因为我就想说，今天有街舞，你一定会在那边这样呜，然后谁又打败谁，你就呜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怂啊？你做做看，搞不好你做起来很过瘾。不要。哦，忍不住了。不是，因为我很讨厌矫情的东西。不是，我们从小，我们以前都一直都是这样，从学校、高中就这样。我是在忍。你不是在模仿那些节目吧？完全不是，因为我们以前跳舞，比如说有人跳，你们也会这样吗？一个招，后来就是哦。然后你也会这样是不是？对，什么情况下要这样子？就是有别人做了一个很厉害的招，然后成功。我看你做有没有比较自然？做个厉害的招看看。哇！你看，哎，他不懂啦，你看，哎，哇！而且这一张搭配难过的表情，才可以加深这个哇。看节目是不是？
我 totally understand， 但是就是一个文化。好啦好啦。但是我们谈话节目，你真的动不动就连你来宾讲一个废话故事，你要这样呜。活络这个整场的气氛，好，我尽量忍，手就是手停不下来，尽量忍，尽量忍。明明他又不是这个界的人，有一些人是怕声音太场面太冷会尴尬，他是怕画面尴尬。对，比如说赵哥说我们牛肉面最好吃。OK， 我既然去开宗明义讲了，你这个动作让我想吐。好，那看你还要不要做，随便你啦。好，木炫，所以你今天是街舞，对，什么舞风？爵士，爵士，爵士，哇哦！因为刚刚麦特已经说他是很有信心了，你觉得呢？因为你们俩是同年呢，对，十二岁，你觉得跟我一样？我今天刚好，他今天生日，你要帮他唱生日快乐歌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不是很，我们是情侣呢，真的蛮厉害。再回他这个动作，所以你有信心吗？表情取胜，我觉得 attitude 很重要，绝对不能有害怕的眼神。OK， 期待你的演出啊！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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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的，欢迎下一位舞蹈神童萌萌。哎，你几岁？哇，你的 pose 是孩子哎！你好，波吉塔。你几岁，萌萌？我十岁。你真的好萌，真的很萌哎！你擦一下，你有点小鼻涕。所以萌萌，你是跳什么舞啊？主要我是在跳那个 MV 啊，然后 popping 跟 hip hop。可是你刚刚站出来的时候，你是这样哎，就是好像不太像舞者哎，还是说你等一下一跳，我们大家会吓死？小孩是不是硬上节目？是不是？没有没有。你是觉得自己没有很厉害吗？还是其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跟其他人比起来。哎呦，你太没自信了啦！当舞者就是要骄傲，你那个气势一出去，再给你一个机会摆一个帅的 pose。帅的 pose。你眼神不能这样呆滞的看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个亮亮的，然后三二一摆一个帅的 pose， 来，三二一。哇！很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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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微微的。OK， 你就做自己好不好？好，我自己。你来一个暴动，你来一个暴动的手势。应该没办法。没办法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要有看到厉害的才行，是不是？没有办法用虚伪的做，他就只看到厉害。太会了。然后幸亏你让他。可以有机会做这个。老师跳，你好，你要做这个。哎呦，你说 pop 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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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哎呦，比你老师帅，都很帅。好帅！你的老师是男生吗？对。哦。你有没有拿过最厉害的成绩是什么？跟大家讲一下。就是我就是有上过星光杯的那个街舞大赛，我有得到，就是优势我有得到第一名过。这么厉害！第一名谦虚什么？那你干嘛在那边跟我装很呆萌的样子？啊，不是啊，跟别人比起来，我还没有到第一名嘞。你第一名了呀！第一名了。你现在的没自信，是因为你看到其他人彩排，你觉得他们很厉害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现在有一点觉得说你自己不够。不用，不用担心。你就是，我跟你讲，男舞者，尤其是男生，没别的，就是耍帅。你要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帅的男生，所有的女生都爱你 ，OK？ 就是每个动作就是怎样，就是要跳出那种 attitude。因为你如果用这种小狗眼神就不行。小狗眼神。学校有没有女生喜欢你？没有。男生呢？没有。那你有喜欢的女生吗？没有。那你有没有喜欢的类型的女生？可能是我家小狗吧。你是什么狗啊？贵宾狗。约克夏。所以你喜欢约克夏类型的女生。所以以后长大希望女朋友毛很多。约克夏类型的女生。然后这边真的。
唱唱啊，那样唱唱唱。然后他把头上绑个揪揪，腿短短，腿短。好了，你那是小朋友，才十岁啦。但是等一下跳舞要有信心，眼神要给我那个帅出来 ，OK？ 好，可以，不要怕。好，欢迎萌萌。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，反正就有可能。来，下一位舞蹈神童乐恩。哇，有了有了。哇哦，预告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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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预告下来，预告下来，哇塞，你根本，他感觉就是一个舞蹈老师，只是比较偏矮的舞蹈老师，就是穿这样，对啊，他的你那个样子，律动态度，你几岁？我十岁。你也是，跟萌萌一样啊，小学四年级，小学四年级，然后你跳舞多久了？跳舞5年。啊，小学5岁就是，我5岁开始学，所以5岁一开始学是学什么舞？MV， 然后现在开始变成是街舞，街舞，所以是 choreography popping waking hip hop 舞，像谁呀？哦，所以就是几乎都是综合什么，你几乎都会吗？几乎都会。所以你等下一跳舞的时候，态度会整个变不一样吗？你认不认识蓝波老师？认识。你觉得他厉不厉害？厉害。你觉得他跳什么舞最厉害？我好像有看到他电流吧。有吗？你有跳电流？电流，电流，电流来一下。哎呦哦！可以到全身吗？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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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仙娃可以上，你算厉害吗？很厉害。有没有比你老师厉害？不要逼我！不要逼我了！哎呦！那你刚才没有给他一个暴动的手？哇！迟来的手其实对我来讲比较难过，是勉强的，勉强太迟了。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看你跳舞咯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耶！下一位舞蹈神童 Cindy。哦 ，Cindy。哇！我有带小孩啊。Cindy 你好，奖牌戴上了。Hello Cindy， 你几岁？我8岁。八岁。这个奖牌是什么 ？HHI 国际锦标赛。是跳啦啦队吗？还是街舞？你那个是分年龄比赛的吗？对。哦，所以你刚刚有看到其他人跳舞？有。你会不会害怕？不会。你觉得你是很有自信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你才8岁，你几岁开始跳舞？我7岁。哦，跳一年，才跳一年就可以拿到这个银牌，那个银牌，所以你一年就直接去学街舞了，是不是？先从基础开始。街舞的基础是什么？律动。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？上课刚开始学律动，你会先学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先蹲。哦，律动。哇，所以往下蹲，但是不要往上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等一下跳舞是走可爱路线还是酷的路线？可爱。可爱。可爱。所以这个会拿掉吧，免得是一直打到自己。更可爱，然后还流血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。所以你准备好了吗？嗯。我们如果让你第一个就开始表演，你 OK 吗？没想到，他8岁耶，年纪最小的，他已经暖好身了。哇，你这个 swing flow， 不要再做一做冷掉，我们让他冷一点，好不好？你先来，那来，我帮你猜东西好不好 ？Cindy。Imagination.
表情完全不一样。你那个人呢？你是不是注入个灵魂呢？那個哦、可爱的那个完全真的很到位耶。你们有觉得他跳得很好吗？哇，真的，老师是很好哎，老师，他就是个魔法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就你知道以前如果是我们来讲的这种叫被上身的，哦，换了一个人，舞台型的，一瞬间那个你就整个人张，而且我觉得他跳舞里面，其实我觉得最难的不是舞步，嗯。表情最难练，对，还有那表情超难的，因为你表情还要配合。我想90%的舞者都不会做表情，没错。因为像我在跳舞的时候，别人都会说，请你控制一下你的嘴巴好不好？因为大跟小或者是控制吸引力，这个很难。他做的好好哦，甚至比大人都还要精准呢。对啊，你根本就可以加入 BLACKPINK 啊。对啊，哇！你有没有想要加入韩国女团？想。你最想加入哪一团 ？BLACKPINK。哇！你想当谁？Lisa， 啊，你把他放哪里？你把他放哪里？你想不想看他跳舞？还好你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。对哦，谢谢你，心里表现的很棒，好赞哦，好猛哦！哇，接下来要看我们的小小舞蹈老师是不是？是哦，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欢迎你喽！哇，一起上！跳的时候那些表情，你那个嘴巴歪什么的，你没有在想东西哦。有啊，你一开始你就嗯。没有这样，这样，不是这样。然后跟着音乐，然后就马上变猫。对。哇哦。有没？有。你把它当男生了。有没？叫不行哎，这个他就是那种在场上你会忍不住跟他一起哦的那种，这哪是小孩，超棒哎，你可不可以教姐姐一个动作，就是有表情的那种，很杀的那种，你该有一个什么什么那类什么，一步一步，第一个动作可以啊，第一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，哦有，哎呦呦，你看我升天了吧，没有啦，你要教我一个。表情的表情的，教姐姐那个，那个要有表情，那种什么慢念，或是呜什么这个呜的表情，对对对，这个不绕一圈，啊嘴巴要说什么，嘴巴在念什么，就对歌词。就念 5 4 3 2 1 5 4 3 2 1 做一次 5 4 3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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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5, 4, 3, 2, 1. 哦。谢谢。5, 4, 2, 8。好，很棒，很棒。太强，太强了。有人呢？萌萌，让我看到你的狠劲。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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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
South, man, see the Leo. Getting half fit, the game is mine. I'ma spell my name one more time. Check it, it's for M-O-T-O-R-I-O-U-S. You just lay down, slow. I'm real dawn when you see one. Sipping on booze in the house of blues. I'm going back, back to Cali, Cali.你这个是，你这个是一种心机招数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他演到底哦。对。他又演回来了。你故意前面一直这样。然后你后面一样，我的表情就不是这样啊。他刚刚有点凶耶。而且为什么骗人？你为什么骗人？我不知道。欺敌对不对？欺敌，你让大家都误以为就是你不是很强，然后一跳的时候大家就吓呆，对不对？没有啊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对，你现在的表情是什么意思？你跟我用跳舞的表情跟我聊天，我在学校就是这样子。我不要，我要看你跳舞的表情跟我聊天。你刚那个坏的那个，一边跳一边还是你对啊？你边跳边讲话，边跳边讲。Poppy Music 给他聊天一下 ，Poppy Music。哎呀，这样讲话，所以为什么你平常又放松？又本来就很放松，可是你知道你跳舞的时候，嘴巴那样张开，然后眼睛很呆滞，那样我觉得女生不会喜欢的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那你可不可以练习？至少平常你跳舞的时候，嘴巴闭起来。可不可以？可以。闭着。Yeah, 然后眼神没跳舞的时候也有一点神，就是有神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。姐姐好 ，OK， 再次受欢迎 ，OK，Thank you。好，接下来换木雪，木雪，准备好了吗？木雪。你那刚那个已经不是孩童了哎。对啊，所以你平常上课应该不会莫名其妙做出这些表情吧？是上课的时候，我平常就会就是听到音乐就开始做要有表情。上课的时候为什么会听到音乐？你是说下课铃声啊？对啊，铃声就噔噔噔噔。同学有看过你这样的吗？有，就是我会很疯，然后就是这样。这表情是你要对着镜子练，还是说你一跳舞它自动就会出现？跳舞自动就会出现。可是你应该比其他的同学，那其他的舞蹈班的同学表情更到位吧？对。老师会不会叫你出来示范？会，比赛的时候可能我就是担任这个表情的担当。哦。表情就是你 always 是 C 位，对不对？嗯，有时候会是。每天就是 every time 好不好？哎，他刚刚甚至还可以不用手直接地蹦起来。你刚是没用手啊？我没有用手，因为我的手没办法，就是我手比较没有力，就是靠肚子腹部的力量。哇，天哪！你那个不可思议耶！你可以把这个椅子扛起来吗？这个表演，我好厉害。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哥哥抱起来？把杰哥抱起来了，公主抱，公主抱，公主抱。你抱他看可以吗？抱一下就好，一下看看可以抱起来。抱女生吧，抱女生。嗯，要先蹲。好嘞。啊，起来。你自己要用一点核心啊。我有
用了，这不行啊，因为刚刚他拉的时候，我听到啪叽声是骨头，对不对？你有唱到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还是你愣了，是我印象，你的印象。好啦，谢谢陆，超棒的，吓死我了。来，麦克，你压轴哦。哎呦，麦特，麦特。你想不想跟我在一起？不是女儿吗？我跟你讲，是阿姨。你刚刚自己也说了，爱情不分年龄。你觉得我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很像 IU。再跟笑一个。在一起，在一起了，在一起了。不是你们刚刚有被电到吧？电死了！怎么会帅成这样啊？对呀。那你可以再 locking 一下吗？哦、oh, ，locking， locking， 来来，再给他一个蒙。其实萌萌好像也会，萌萌，你好像也会吗 ？locking， 我看你一直在做 locking， 没有啦，会的是 Cindy 啦，你是会 locking？ 不会，还是乐恩乐恩呐？会了，然后会 locking 啊？乐恩吗？你们要一起 locking 吗？还是 battle 三十秒？
哎，我觉得音效是很懂，他知道我体力差不多了。这样就好，这样我们对对，这样连我一个坐下去都有点慌了。他怕，他怕场面越来越难看。对，这个不好看啊啊！你们这些小孩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阿姨超崇拜你们的。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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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棒好棒好棒的啦！怎么会小朋友背头人？哎，怎么会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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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孩啊！你知道刚刚我在后面一直跟萌萌说，啊，等下换你换你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走走走，不要不要，这样大招啊！萌萌，你刚才一出来也是帅到爆 ，OK， 很棒哎，帅到不行啊！谦虚是萌萌的招式，他都会先说不要不要，我不好不好，就惊艳全场。这种就作为以武学来讲的话，应该就是。你知道吗？咏春了，以特为进了。对，那我们来欢迎第一位，怡华。哇好清新哦！你好，对，青春。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一下。20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华。只想做你太阳，用甜美笑容温暖你心房。我是跳舞小太阳怡华。你自己编的吗？对，就是没有人给你意见，是你自己有谁给你？因为大家就觉得我跳舞，然后就是笑容很是谁？是哪一个恨你的人？我是跳舞小太阳，对，我只想温暖你的太阳，对，温暖你心房。那么一点点，你们背的怎么都不一样。资深制作人，曾经红过一时的那个团中年团体，对，你要不要建议他刚刚那一段，你觉得要不要拿掉？其实不会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你一出来，然后看到这么多人，这么多机器，然后还可以这样，我觉得这第一关也蛮活泼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起码不会说这词不达意，已经不知道在讲什么，有的出来还口吐白沫，对不对？又是谁？很难说，或是有的出来可能抢戏，到哇故意摔倒，这种就油掉了。但他没有，他自己编一小段这样啊。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有人出来口吐白沫，我也很期待。我希望是第二位，第二位赶快。所以你们都觉得刚才那个小太阳那个要留着吗？佩奇觉得不要，青春啊。然后我觉得很老派耶。他本来气质就很好，不用说话就超加分的。对啊，你就说你是谁就好啦。真的吗？对啊，然后我们就问你说你学舞多久？哦，我学舞从幼稚园开始，然后到大学。哇，你应该是学那种民族舞蹈，有传统舞蹈。幼稚园跟国小是学芭蕾、民族跟现代，但国中就转街舞。如果现在你要表演的话，大概是偏哪一类的？女舞。女舞。对，就是比较 Jazz 那一类。哦 ，New Jazz 什么的。老师，女舞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女舞就是比较性感女生的舞蹈，比如说翔翔老师那种，大家会简称女舞。哦，就是女舞。对对对，就是摸身体啊，摸身体。所以你是人家会凹来凹去，是不是？也没有，反正因为。小太阳，小太阳，是你想温暖大家了。所以小太阳不能凹身体哦。可以呀、啊。那你可以就是在地上震屁股吗？可以可以，我之前也有学。哎呦 ，Turk 吗？没有没有到 Turk， 我好像也没办法 Turk。你在干嘛？你在撒娇，对你撒娇。他在性感，他在性感，他想温暖你啊。你有被温暖到吗？蛮暖的。哎，你有什么厉害的头衔？先让我们期待一下。厉害的头衔吗？对，曾经合作，就是我曾经有被选为《三分钟红白艺能大赏》，有跟周汤豪还有郭靖当电，就是我当他们 dancer。周汤豪本人是不是很帅？嗯。你有爱上他吗？有，那时候。你是不是幻想可以跟他谈恋爱？也没有啦。太可爱了。好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加油！大家期待你的演出哦。哇，厉害了吧？你现在看得到吗？哇塞，这个很厉害哦！你认识他哦？哇，他的年纪非常的小，对不对？你说的厉害就是说年纪是不是？对。哦，是什么厉害了？你只是遮了单眼而已，因为我们节目比较少出现这个年纪的。哦，对，这是很蛮小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欢迎。可是他们会误以为是五六岁啊？为什么？你说帅有人亲吗？不是，因为你现在讲的那么厉害，然后一出来就看起来就是一个。跟他一样的，你差不多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先来欢迎他，然后欢迎庭轩。庭轩，哎呦哎呦，脚程很快哦。好了，停。你跟他。大家好，我叫庭轩，今年17岁。哇，所以你跳舞多久了？跳舞快10年。哦，你7岁就开始学舞了、啊，所以你当时7岁学舞是你妈逼你，还是说你自己想学？有一点是我妈把我丢去这样，运动。然后后来就慢慢开始跳到喜欢。那会跳舞的男生是不是特别好那个追女生？我觉得有，就是你现在有几个女朋友？一个。
你有女朋友了？高中一定要现在都很窄的了，所以你今天要表演的可以稍微透露是哪一种舞风吗？是比较偏帅气偏 choreography 的舞风，所以你等一下一跳我们就会觉得说帅到爆炸是不是？你可以期待一下哦。OK， 讲得很满哦，好期待哦，好期待哦，期待哦，好，欢迎你。下一位是女生哦，让我们来欢迎悠悠。哇，这一看就是街舞型的，厉害的 K-pop 对不对？对，K-pop 也跳啦。要不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？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悠悠，然后今年20岁。会想要学街舞，应该是你真心想学吧？就那时候我是30岁的时候，刚好是周子瑜差不多出来的时候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就会一直想要去投。就是试进韩国的公司这样子。你有试过想要去当练习生吗？有签约，有签。然后呢？现在没有了，我们合约到期，后来就因为那时候就我那时候我投了很久，投了6年吧，被刷掉了30几间，然后后来就是终于就是有签到一间韩国公司，然后有培训你。有，然后结果就是那时候韩国刚好疫情就大爆发哦，然后不能去，对，所以就最后就合约到期就没有再继续。所以如果不是疫情的话，你很有可能在韩国变成是第二个周子瑜。没有，我没有那么我没有那么漂亮，也没有那么厉害，就会有机会过去。要有自信。好，你就说说 yeah maybe， 我可能还会比他红。好厌世哦，你的眼神很厌世。好厌世哦。所以你等一下要跳的会那个吗？是哪一种类型的？有偏性感，就是前2天自己编的，也是自己编，自己编的，这么整首自己编，对，1分钟而已啦，没有很长。有没有男生看你跳舞之后，然后就来给你告白什么的？我男朋友也是跳舞的。哦，男朋友一起跳，他在现场吗？交往到在啊，在哪一个看？来，进来，你站在旁边啦。对啊，很帅。来啦，你跳什么舞风？哦，拉丁拉克来着，哎呦，你是拉丁的，哎呦。那要因为你今天没有办法上台表演，你要不要现在先来一下拉丁？我们有放克的音乐哦。你有。好跳你不要怪鞋子。Locking 不就是手在那边弄来动去而已啊？我们 James Brown 哦，要不要？怎样是没有厉害，没有厉害到可以 freestyle 是不是？没有，他一定可以，他一定可以，可以。悠悠说可以。来，不要在女朋友面前闹鬼哦。一下下。哎，真的，我们节目好 free 哦。街舞了还是有魅力耶。对，所以你是爱他跳舞的样子吗？都喜欢，都喜欢。交往多久？没有，还没有很久，半年多。所以还在热恋期嘛？对啊，还在害羞。是不是就是只要稍微牵个手，两个人就狐狸耶，这边痒到不行。讲这种，不要，已经没感觉了。好，谢谢你，好棒哦！谢谢悠悠，期待你家的表演哦。哇，有两个女生都要跳。偏性感的舞蹈哎，对，会竞争到哎，会哦。接下来要来欢迎下一位徐东贤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高哦。你好 ，Hello。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东贤，那今年18岁。才18岁？对，那你还会再长高哎？我也觉得。可是你有没有觉得高个儿跳舞很不吃香？真的，我也觉得，就是会看起来很像大蜘蛛在那边晃。That's right， 真的，所以乱晃乱晃。真的，哎，你睫毛好翘。哎呀，他就是你知道我们的好 sister 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所以你要如何克服像蜘蛛在动？因为我周围一起跳舞的同学啊都比较矮，所以我就会尽量让我身体就是重心要再蹲低一点这样子。所以今天你是要走帅气还是要走 sexy？ 等等大家看就知道了。哎呦，卖关子啦！他睫毛膏都已经擦了，我想应该是 sexy 吧。卖关子，等一下大家期待一下。反正绝对不会看到蜘蛛就对了。不会，我一定会。很会跳的蜘蛛。对，很会跳的蜘蛛。很动感的蜘蛛。太棒了！可是刚刚17岁那位，你有没有听他讲话？有。他说他跳完舞之后，大家会觉得他帅到爆哎。我跳完舞，大家应该也会觉得我。帅了吧？
不同的帅了。哦，你觉得你有可能赢过他吗？我们和平相处，我们都很厉害，这样子。只是不要竞争那么激烈，我们 okay, 互相欣赏就好。对，互相欣赏。OK， 好，谢谢你的演出哦，冬田。欢迎最后一位女男，女男，下一位一定是女生，让我们来欢迎菲菲。哇，你哦，又是一个辣妹，这一定走辣妹风啊！哎，你应该不是小孩吧？你应该工作很久了，对不对？哪一家酒店？感觉你几岁？你几岁？19要20啊，这么小，好成熟哦！19要20。所以你跳舞跳多久了？11年，这么久，蛮久的。所以一开始也是被家长送去学才艺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小时候妈妈是跳，她是当有氧老师，然后我都会跟在旁边看，然后就在教室外面乱跳，然后那时候 K-pop 也慢慢流行流行，然后就看一看，就想说，感觉更厉害的是街舞，然后就学街舞。所以街舞跟 K-pop 你觉得？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？K-pop 比较像是会跟着歌词，去表达歌词里面的意思，或者是都是主要对的音乐都是歌词，然后街舞比较会对音乐的戏拍，就什么咚咚咔咔这样。所以你等一下会走哪一种路线？高跟鞋。哦，就是女舞路线，对不对？再搭配上高跟鞋，难度又更高了。所以等一下不会给我在那边东倒西歪吧？希望不会，希望啊。OK， 那要期待你的舞蹈喽。欢迎菲菲。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。反正就有可能。资深制作人，第一个哦，其实我蛮想看庭轩呢。刚刚访问的时候，他可能害羞害羞。我想这种人就是很可怕。我想这种音乐一放下去，哇，他就不得了，哇。所以一开始假害羞，就一跳舞就是他的本性就会出来。我们昨天说他没有念书，但是今天考很好。对，就是这个庭轩做人设，庭轩。所以我们就听你的话哦，他第一个出场哦。庭轩不要让我们漏气哦。不要给他压力。我觉得要先让一个女生出来跳，那就小太阳了。对，我也觉得小太阳。小太阳，我也觉得小太阳。我也觉得。好，欢迎小太阳。欢迎啊！看起来还有更有 power， 自己编的吗？这个就是我上次去比赛，然后自己学的舞蹈，没有老师教，没有，很厉害，好强哦！刚刚有一个小失误，就是高跟鞋勾到我的裤子。我们只会觉得说你长相那么甜美，然后跳舞竟然是这么有力道，就觉得反差很大。谢谢，表现得很好。哇！老师们，其实我觉得他现在他的这个状态，其实是直接是很韩团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就是他身体是很性感，可他其实他刚刚表情都有顾到，他有一些什么小扎眼什么，其实哦，这有吗？有，他有细节其实很好，可能我们这一排没看到，对，因为他是有表情控制，他其实完全顾虑到那些就是艺人该有的样子，非常厉害，哎呦，这么专业，好高的评价哦，我觉得他准备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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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们准备好去哪？对。
可以去露营了，是不是？还继续再继续向太阳发光。哦，是怎么样？要不要找他跟你一起拍？我觉得他不错，因为其实我第一个我有看到他的整个表情的控制，然后包括我觉得他的力度都是非常拿捏的刚好的，他不会太过，然后也不会太没有，所以我觉得他整个是已经我觉得 ready 了，很高的评价呢。看完女生跳舞，你们还想要看接下来要不要看那个男生？拉牙，要先拉牙了吗？他拉牙那么快吗？要那么快出现吗？不然你们觉得拉牙要在后面一点啊？嗯，对，好，那不然那个这位，我想看庭轩诶，说实在的，庭轩了，你想看了？有一点呢。庭轩 ，Are you ready? OK， 可以吗？要帅到我们哦。好，万一我们没有说帅怎么办？那就。改跳女舞，搞不好我们会说正。好，来，请上台。欢迎庭轩。再一下，再一下。秀，但是其实他有在用力这样，对，但他有一些动作是很符合他的年纪，对，他有一些可爱的动作，他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如果我们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样，他就是一定是你们一定就讨厌叶黄素的植入才会，你们就不喜欢。那他就刚刚好，他一直这样，他这样子刚好很好 ，OK， 对不对？我是自己编的嘛，对，非常厉害啊，还有编到可爱兼帅气，就是你不会觉得很油啊。他十七岁怎么可能有？对，所以这样很可爱。你不要错了。天哪！所以怎么样？有觉得他帅吗？变帅了。嗯，就是很有自信。真的确实有觉得帅，很成功，有很可爱。赞哦！有 ，ready？ 有。来 ，sexy 一下。欢迎悠悠。性感，可是是不同的感觉。对，刚刚说你跳舞是要听那个音乐的咔咔咔咔嘻嘻那个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那是一话啦。主持人都疯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两个刚好在现场吗？给你主持好不好？我们累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一话给人的感觉是甜。然后有力道，然后有笑容，笑容可掬。可是悠悠他那个一回头，他就是那种，我要把你带走，坏坏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听到我的感觉，悠悠的那个曲线非常明显，对，就他整个曲线做得很漂亮。所以你觉得他们俩对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可爱甜美，然后他的动作是力道，然后他我觉得他是在有一点小小骚气。
再多一点出来，对，有骚气，对不对？而且他的动作跟动作之间，他有一个连贯性，对，就有一个连接的感觉。所以他那个骚气会不会是因为他有男朋友？哎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男朋友在看呢，有可能，就是可能懂得比一画多一点。这位爸爸，就是本身游山玩水的地方，因为跟男朋友会去嘛，那一画没这个机会，所以这个骚气，齐慧姐姐懂。她刚刚刚开始要表演之前，齐慧姐姐说。当前面只有男朋友一个人，嗯，他给他了一个那个表演的方向。所以你刚刚有抱着就是说我就是要跳给我男友看的感觉。我有听到齐慧姐姐说话，可以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当前面只有你男友，所以那句话给你就是比较有比较放松一点。所以你觉得你刚才跳完之后，男友会不会就是今夜不想让你回家？我不知道。啊！不要乱听姐姐讲话，她很棒，很吸引人。悠悠厉害，真的厉害。接下来真的要请那个蜘蛛来表演一下了。哟，到底，因为我一直觉得高个的人跳舞很难好看。对，因为他们离地面很远。对，嗯，而且他们一样的动作，是不是他？因为他的那个轴距比较长。可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办法跳得好，就是他要加强他的肌肉速度。蜘蛛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他直接叫蜘蛛了吗？东贤 A K A 拿牙，真的欢迎你哦！欢迎拿牙。哇！克服那个时间差，所以而且完全没有蜘蛛感呢，太棒了，那就是我要的。而且你真的是就是来我们节目里面跳舞的人哦，里面摇离那个摇臂最近的一个人。你刚刚那个挥手是差点要 K 掉而已，好高哦！还好你没有往上跳，对，拉地上直接打到，直接打到，之外呢？所以怎么样，老师喜欢吗？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我想象中。的那个样子哎，他也可以帅的舞蹈啊，他可以帅的舞蹈，但我觉得他就是，例如说把可能有50个人，把他放在50个人中间，你第一眼就会看到他，因为他够高，动作也够大，然后他的表情好丰富哦，好丰富。其实也可以，好丰富也可以，好丰富，对，就很丰满，正面看你可以正面看，就是整个我都看不到。表情啊，很精彩，真的很棒。你在眨眼什么那类的吗？有，而且很性感，什么咬嘴唇啊什么的。还有咬嘴唇，对，有。他没有 too much 哦，就是他其实很的时候还可以很对，就是帅，然后又性感。对，他刚第二段其实很明显就是比刚刚就是在帅一个，对对对对，他有稍微换一下风格。而且他刚刚虽然有一度快要跌倒，但他救回来了。嗯。因为其实为什么会不稳，是他太用力。他用力过度会有点太嗨，这很正常的事情。就他上台就是那个肾上腺素，对对对，爆出来。哇！可是整体还是很棒嘛，很棒啊！所以他跟那个17岁的那位平轩，他们风格完全不一样。对，一个是臭臭的，然后一个是就是要杀人。哎呦！所以哪一个帅？因为我觉得他是辣，他是辣美，他是小骚货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辣辣帅，辣帅，辣帅，辣帅。然后他就真的是小帅哥，他小帅哥。那问一下帅帅好了，他的妆 OK 吗？突然跳到这里，一整集你都没问帅帅，那也怪啊。那帅帅来干嘛呢？来一个。对啊，你要不要给老师近看一下？非常专业。给帅帅。皮肤很好哎，
睫毛好美哦，睫毛好美，睫毛超美的，睫毛刷得很刚好，是不是？非常非常漂亮，是根根分明吗？根根分明，有点带点浓密。所以你只要每次表演就一定要刷睫毛，是不是？因为上舞台就是都离观众很远嘛，所以我们舞台妆一定要再浓一点点，要让就是至少要让观众看到我们的眼神这样子。那你可以稍微再加强，大概像翠克这样子，舞台的效果会更好。对，我觉得翠克的很棒啊。谢谢舞台效果。其实我觉得他有这个就是那个睫毛观念是很好的，因为其实大部分男生以早期还是会觉得男生不用化妆啊。可是现在慢慢大家都有一个概念，就是你上台表演，其实男生也是要化妆的。对，然后竟然进步到连睫毛都有。对。对，就很闪亮。谢谢。恭喜，很厉害。所以那个说要搭配哥哥才看自己。对对对，是他。要来了哦，菲菲，可是他这次高跟鞋舞很难，超难。你 OK 吗？准备好哈，欢迎。哇！哇！心跳加速，怕被踢到。不是因为很性感吗？解封前，你没有在看，你没有在看，很 sexy 耶。你为什么筋摆就这么软吗？哦，因为小时候学民俗，芭蕾筋比较软，但是我第一次拉筋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劈下去。而且你刚刚有一个，你核心也太强了吧？你是趴平，然后直接脚一甩你就过了。大家都看傻眼了，而且他整个表情是很慵懒在做这一切，我就感觉很轻松，可是每个动作都觉得难到爆，就一般人可能练都练不起来的。嗯，应该是各大夜店真商邀请的对象。我是有想过要不要当夜店舞者，有想过。有夜店邀请你过吗？是没有，没有。这一期播你就是就 solo， 你会是 solo， 电话线就爆了，哇！价钱要开贵一点，不得了哎！天哪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好期待。可爱归可爱，但是访谈的方面我不是很有把握，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小。没关系，交给我，因为我们要欢迎到的第一位是伦伦。不是妈妈帮你准备的吗？工装。哎呦，这是工作服是不是？不是，不然是什么？帅衣服。帅衣服。所以伦伦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帅毙了？哎呦，你几岁？四岁半。四岁半。你有喜欢的女生吗？有。哎呦，你是不是喜欢女生胜过男生？对对，姐 ，Hello， 这题好难，我也答不出来。你比较喜欢女生还是男生？女生漂亮，女生。因为你看，从他出来，他都一直背对派翠克。不是啦，不是啦。你有没有？论。你看，准头还有。你觉得小 S 姐姐很漂亮？你没有认真看啊？
会害羞。那你为什么要捏自己？人家讲说谎一样捏自己，紧张太紧张。你知不知道你的影片很受欢迎？所以你在影片里面都做什么事情？玩玩什么？玩游戏吗？玩车是那种小摩托车还是开小汽车？很快的车你开高铁啊？是吗？你开高铁？这样很吓人，很冲击啊！开高铁啊！你好像无聊哦，把你阿妈卖掉哎！没有，是玩具，然后你可以自己加那个油门，是不是？然后会冲出去，是不是？是转到下面的，它会冲。哎呦，这不是你在，不是你在车子里面，是你拿着车子转它，然后就咻冲出去，是不是？哇，那个超好玩的，对不对？你有几台车？六台，只是有一台慢慢的。啊，那台为什么会变慢？因为。黄色的，黄色的车比较慢，因为它是计程车，对不对？不是哦，我觉得你好像对小孩。是我爸爸说那台比较快，他骗我。爸爸怎么可以骗人？爸爸骗你，你有没有很生气啊？没有。所以你跟妈妈感情比较好，还是爸爸？妈妈跟爸爸都很好。你最喜欢跟爸爸妈妈去做什么事情？抱抱，是不是三明治？不是，抱抱就直接讲抱抱就好。可是因为我们家如果讲三明治，就是爸爸跟妈妈把小孩夹在中间，然后要一起用力抱。你说你的影片都是玩车子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有没有唱歌跳舞那种？有。这样子打拳吗？这是跆拳道吗？你有学跆拳道？你现场可以表演一段吗？你不会害羞吗？他够帅，但是你还是要表演，对不对？很棒，来，现场来一下，来几拳，来几拳哈，轮的跆拳道，哎。拳头出拳好快，我都看不见你的手了耶！可以再一次吗？我刚刚完全一眨眼就没了。不是，脚有没有脚的，给他一脚。哇！那可以一次连左脚跟右脚都来一个吗？哎呦！全转！哎呦，这个嘴巴一定要这样子，要合不闭的。你是不是在模仿黄立行啊？还是在模仿陈冠希？打跆拳道的老师，学跆拳道是你自己想学的吗？你以后长大时有没有要保护谁？芭比妈咪。哎呦，好乖哦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你的影片喽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来看。你是谁老婆？啊？你是谁老婆？我是你爸的老婆啊。为什么不是我的老婆？我那么凶，你还要我做你老婆啊？给你机会呀，给我机会做你老婆是吗？那你去问你爸。哎，很会耶！你怎么会讲这种话？谁教你的？我想要当妈咪的老婆。你想要妈咪当你的老婆？你很爱世界上你最爱的女生就是她了。可是他已经被你爸娶走了、啊，所以你学跆拳道是不是想踢死爸爸？这是重点。是啊，如果爸爸亲抱妈妈，我就会拉他衣服走开，再去抱妈妈。太喜欢妈妈，所以爸爸都一直抱不到妈妈，都被你阻止了，是不是？哇。可是妈妈万一跟你讲说，拜托，我真的很爱你爸，让我抱他，你会成全他们吗？不会，我要拉走他。所以妈妈是超漂亮，是不是？妈妈今天有来现场吗？很漂亮。哎呀，我可以跟你抢吗？啊，不可以啊。因为后面那个是爸爸吗？那这样子，那妈妈可以放进来吗？可以，很漂亮。哎呦，偶像明星嘛。对对对对，妈妈气质哎。对啊。
啊，你一见到妈妈，一回家见到妈妈会怎样？会抱她吗？你会跟妈妈说什么？我一回家就会抱她。怎么抱？怎么抱？你刚说的抱过是哪一种？跑进去妈妈房间抱。啊，怎么抱？妈妈在这边的话怎么抱？妈妈要蹲下吗？这样。用啊，这样。对对对呀。所以是你要一直抱着他吗？还是可以偶尔放开？可以放开。可以放开？什么时候？手酸吗？妈妈好漂亮。想要上厕所的时候。不是，是爸爸没有来抱他的时候就放开。如果他如果我放开他就进抱，我会抱哦，要紧紧。所以如果爸爸也进来的话，你会不会想要抱爸爸？不会，我要抱妈妈。爸爸一进来可以示范把爸爸推开给我们看吗？爸爸可以进来抱一下妈妈吗？爸爸很帅哦。爸爸很自然一点。哦。不要去。哎呀，他们是夫妻，你让他们抱一下啦。对啊，先一定要。哎呦哎呦。选择退场，全全他就算了。为什么会爱你爱成这样？因为我对他基本上我也不会去骂他的，都是用讲的，讲就是就像朋友一样这样去跟他讲。所以如果要惩罚或是教训他的话，都是爸爸吗？爸爸都是比较不耐烦，跟就像对那种男生就是哦，就是直接的那一种黑脸。然后我是会给很尊重他，让他去选择。就是如果他要吃这个饼干，然后我就会给他选 OK， 你可以吃，你自己想想，如果吃了。哦，可能会肚子痛或蛀牙什么的之类的，你自己好好，我会让他去做决定。哦，所以他在家就是一直跟你聊天吗？很爱聊天。你们俩聊起来，你们最爱聊的话题是什么？有在听哎。是，如果你不当我的美女就不当。你会不会很希望爸爸搬出去啊？不要。把爸爸踢到外太空。又是外太空，小朋友还去外太空哎。那你要勤练跆拳道哦，因为那样很大力。你刚刚分明就是你练跆拳道是要保护爸比跟妈咪。你有说要保护爸比耶，你现在又说爸比。有抱妈咪，所以我不喜欢爸比，不抱妈咪吧。如果爸比一直去抱妈咪的话，你只好动粗了。我就一直去把他推回来，很累，所以我要把他揍去外太空，他就不会回来了。回来抱妈咪了。那你根本不爱你爸妈，你是爱妈妈。爸爸平常跟他相处就是，爸爸已经40岁了，但是只要他们两个在一起相处，42，对，42。反正就是40了，然后他们两个只要在一起，他的智商就跟他同步，就每天吵就很像一个大儿子跟小儿子会吵架哦，还会打架，然后我每次都要是认真的吗？爸爸是认真生气吗？是认真。他们会最会容易吵起来的点是什么？玩游戏，就是谁都不让谁。玩什么啊？对哦，就是平常玩剪刀石头不输了会生气。对，就是脾气超差，脾气超差哎。你要不要跟爸爸玩一下剪刀石头？再玩一下剪刀石头。好。哎，几把输赢？一把还是三把？三把吧。三把，来哦，输的捏脸脸，输的去外太空哦。没有，爸爸输的捏脸脸，输的捏脸脸。一剪刀石头布，好捏。不行啊你，因为一开始就想好输的捏脸脸。你还有两把，你还有两把。你可以报仇的那些，你可以报仇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。再一次。石头啦，石头。剪刀石头布。哇，那要捏一下。好，最后一把喽。石头布。石头布，你赢了，
我把这粉刺都喷出来了，你一集。可能就更严哇，就是爸爸也会，因为他现在在那么多人，而且他现在应该有无名狗在脾气了，他就回去就是 OK， 你不要再跟我，他就是也会很幼稚说我不想跟你玩了，就是两个小孩在吵架这样子，所以家里气氛是欢乐的吗？是欢乐的，只是他们两个真的很，我常常把他们两个赶出去。哎，他现在就他们两个独去哪里？他上哪里打爸爸？所以他们俩独处的时候就是吵到不行，是不是？很吵，就是很像我家有两个小孩子这样，很吵。那妈妈在家里看到这画面会觉得可爱吗？只要他们两个不吵架，我都会觉得幸福、可爱、美满。对。但只要他们两个吵架，我就说你们不是我离家出走，就是你们两个现在给我出门，太吵了。爸爸这么幼稚哦。超级。超级。所以他刚刚被这样很捏脸，而且还在电视上播出，他会离家走心啊。不会走心。不会走心。怎么样？你要唱歌是不是？你要不要唱一首歌？你会唱歌吗？应该是不会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妈咪，谢谢妈咪。月月好像也超红的。对，而且很可爱哦。可是他比你更小哎。更小。哇，主持的大挑战。那我们来欢迎念念。贾欣，快快看，你要一千人先下阿姨呀，下阿姨的手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嘞。哇，你今天穿的好可爱哦。谁帮你绑的头发？谁？你是不是很喜欢吃果冻，对不对？那，有、哦，你全部都给你，这有好多的口味，你可以直接选。全部啊？对。你要不要挑一个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袋子还给那个胖阿姨？胖阿姨。好，所以你跟爸爸妈妈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 ？Hello 。我妈，你在家要崩溃。你在家里比较喜欢跟妈妈，还是比较喜欢跟爸爸玩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会跟你玩什么？丢丢吗？爸爸会飞来飞去，对不对？把你飞来飞去，飞高高，飞高高，飞，可以丢多高？很高很高。真的，我有没有没接到过？每一次都会接到，是不是？还在等着呢。对，你好烂，你不要敷衍小孩。所以你爸爸今天有来吗？有。你不要敷衍小孩哦。哇，爸爸，爸爸是八加九哎。你知道什么是八加九吗？不知道。他只是跟着笑而已。爸爸可以进来示范一下那个飞高高。你怎么先舔一下？他们会吃一小口，吃一下。好，好，爸爸来了，你要不要让爸爸给你现场飞高高？飞高高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爸爸从事的行业是？刺青师。刺青师。哎呦！我帮你拿。什么？爸爸？什么？要很高，他说你可以丢很高哦。哎，拜托要接住好不好？不然。哎呦！肌肉不太一些的关节，好吧，是没事吧？有拉到是不是？没有。可是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，你就会慢慢举不动他哎。对。所以你现在能举尽量举，是不是？已经快不行了。已经不行了吗？已经快不行了。宝宝，那是什么？这是麦克风。麦克风。你可不可以叫宝宝自己拿？你直接跟宝宝讲话，你干嘛要转述啊？爸爸是不是？爸爸是不是做一件事情你很不喜欢？吃槟榔，对不对？爸爸吃槟榔的时候会怎么样？让他罚站。要面对墙壁还是不用面对墙壁？面对墙壁。我们有那个影片，好像有爸爸被罚站的画面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影片。爸爸，爸爸，往下，往下，好可爱，往下，好可爱。你是不是有时？你是的话，那你就去罚站。去罚站，去罚站。好。我做错事情，我自己会承担。好。
不像有一些小朋友，叫他去罚站，他都在那边耍赖。那你不会耍赖吗？好耍啊！好耍啊！我要厉害啊！我要有饼干。喂哇！你把他塞里面了！进去！哇塞！这样塞冰哪？谁用的？是我用的。是我用的。拿出来。你拿出来吗？拿不出的。那怎么办？我爸拿不出来，爸爸都帮我再拿个出来吗？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塞进去？为什么要塞进去？可以有个塞进去的地方。那里也有啊。那里也有。怪物你吗？想到要塞那个饼干，是不是有洞洞就觉得可以塞进去？是不是很好玩？所以你也蛮爱跟他吵架的嘛？我蛮喜欢逗他的，因为就他，你就是会用，你态度还蛮凶狠的，就不像有些小朋友叫他去罚站还耍的。而且你居然还呛他说，不像有些人哈，还不知道什么对呀？你怎么？那是什么？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那是那个是摄影机，你要不要爸爸把你举起来，抱去看好不好？放在上面，那个大特写，那个里面可以塞饼干。好，快举，快点拍这个拍啊！大家去那边，那集那集，你跟他 say hi， 大家都会看到你。你跟他 say hi。再嗨一次，嗨，跟他嗨。好不好玩？只露内裤，内裤飞出来。谢谢妮妮，谢谢妮妮，谢谢爸爸。那妮妮先坐椅子，你跟这小帅哥旁边。你跟伦伦认识吗？你们两个认识吗？你什么？哎，伦伦，伦伦，你跟他认识？伦伦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是男生，所以你要帮我照顾他，可以吗？而且他年纪比你小一岁哦，可以吗？帮我照顾一下啦，我们好不好？交给你了，不要让他乱跑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那你们先坐着聊聊天，好不好？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欢迎其他小朋友哦。接下来欢迎的是米莉跟米菲。谢谢。好帅！不会就是你们两个一直得奖牌吧？对，就是我们。都是金牌吗？有一次第四名，有一次第三名。所以你们俩要一起表演还是轮流表演？轮流表演，我一次完之后，然后再换他。我们总共会一人表演两招。好，而且他们感情好好，一直。那就我们拍错，你们就去表演喽。嗯，好，欢迎米莉轩。表情会突然变人呢，人生就帅哇帅哇哇！这边来了，你飞，哇！米莉，米莉的下一招，哇！米飞。在学校有没有很受欢迎？我们自学生。啊，自学生。对。哦，那其他人你们在玩的时候有没有人说米莉好帅哦？有些会。有没有女生偷偷喜欢你？一定有。被你发现？还是你有女朋友？你怎么发现的？就是有时候他们会认出我们。嗯。像上次有一次最特别，就是从日本比赛回来，
刚好拿冠军，嗯，然后刚好，然后坐飞机的时候有人认出我们，嗯，然后全部飞机人都在帮我们拍手加油，整座飞机的人，包含机长吗？有点危险吧。他们除了滑板之外，你们滑雪也非常厉害，对不对？还有冲浪。哇！只要是脚类的，他们都可以滑雪。滑雪。对，滑雪，你们是 ski board ski 还是 snowboard？ Snowboard。哇！然后滑绿线还是黑线？都可以滑。都可以滑。你敢上黑线？可以。怎么可以？黑线很正的，真的。很陡呢。啊，没关系，不相信的话，我们有影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太厉害了啦！这种就是绿线环赛道最好绿线的哦。太帅了吧！这是日本吗？对，这是日本。哪边你们记得吗？白马。白马。这个是，哎呦，滑板，哇，很难耶，太厉害了，这个超难耶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可爱，哇哇哇，超帅，太厉害，太厉害了，这是动画了吧？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是真的，我们去垦丁，哇，哎，太帅了啦，没有。而且好稳哦，超稳！燕飞，你刚刚站到那个冲浪板上面，你完全不会害怕啊？不会。为什么你不怕？因为是讲说你在用平衡感。是要用核心肌群吗？他们不懂，腹部要用力吧？还是说是很放松的一种状态，就跟你飞在天空上一样。所以米莉有老师吗？你是有老师教学，还是你自己自学的？就是我自己看影片学。自己看影片学，超强哎！真是天才，自己看影片学，你太厉害了吧？对啊，看影片就会啊。米菲呢？是哥哥教你，还是你也是看影片学？我也是看影片，有时候我会教他一些招。刚刚那两招是你教他的？不是，是看出来的。有些招比较难，我会直接用教的。啊，你们爸爸妈妈今天有来吗？有，你刚刚不是说过，他说他爸爸在哪边？爸爸，妈妈在哪？妈妈，哇，妈妈，旁边那是妈妈吗？对，怎么那么像小孩啊？不是，你是你姐姐哦。不是，是妈妈。对，爸爸妈妈要不要进来一下 ？OK OK。哇，妈妈感觉好，真的很小哎。你好，妈妈是跳民族舞蹈的吗？哦，不是不是。妈妈几岁啊？42。这么年轻。所以你也是很爱户外运动吗？就他们都喜欢，所以就跟着一起。所以他说他们两个都没有请教练，是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们都一起看 YouTube， 像我滑雪我们也不会，我们是一起看 YouTube 学的。哇，所以太厉害！所以 YouTube 真的什么都学得会。真的耶。所以你们两个就是。很爱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玩户外运动，对不对？对。在家里待一整天，你们不要？不要不要。所以也不爱看卡通。我喜欢看卡通。最喜欢的卡通是恐龙，还有一些恐龙。恐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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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喜欢什么？彩虹马。彩虹马。彩虹马好笨蛋。彩虹马在他家哎。彩虹马还有彩虹马，这个算吗？你喜欢啊？好好好，是青蛙。青蛙喜欢。轮轮没哎，轮轮没啊。你喜欢什么？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宝可梦，可是那边没有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错。对啊。好，谢谢两位。谢谢，谢谢。大帅哥跟小美女。哇，我真的是，因为我就每次看到他们影片，我觉得你有在 follow 他们影片。我看。你只要不小心滑到一个，你就会把他近期所有影片一次看完。对，太可爱了。好，欢迎米宝还有努拉。哇！米宝，嗨嗨，你们好。伦伦，你认识他们哦？你认识？是哦。是好朋友吗？他是好朋友。你跟努拉。努拉，他说你是好朋友，哦，他们穿一样格子装哎。Hello。他还不理他。你干嘛很生疏的样子啊？怎么？很像嘴
姐妹装。对，你们就是姐妹装，可爱。是不小心刚好就是穿到很像的衣服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不要每次跟我要跟我聊天，然后我一回应，然后喜怒小朋友，我一回应他跳跃，他跳跃，他跳跃。所以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？我这样很 confused。他跳跃，他跳跃。哎，明宝，你几岁？七岁。七岁，妹妹几岁？你知道吗？5岁。5岁。那同学有觉得你很帅吗？哎呦，有，所以有女生喜欢。你是不是全校最帅的男生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哦。那在学校也没有，你他说也没。你觉得他不是学校最帅的吗？文文老师和美丽老师。啊？你们同一你们同一个学校吗？是啊，你们同一个学校。学校有吗？没有啊。你的影片好不好？大家一起笑。情人节到底要干嘛？情人节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没有情人不行，我弟弟很好啊，我叫弟弟出去啊，弟弟去吃饭啊。你可别不要那么过分，当我意思吗？我要照片。Daddy。Again。Again。就在那边说。弟弟，弟弟在后面，不知所措。小亮。I know, a baby. A baby. 不理不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闹。走了，走了。什么？辱人勒索哎！ And why is your shoe there? 他写在那里。Here。爸爸拿很多的给妹妹。什么妹妹呀？我肚子里的妹妹啊。你肚子里面哪妹妹？你没有看。哦。你好像每天都在生气耶，你是不是你有心情不好吗？他生气了，你这样问他生气。啊，先生，你跟妹妹会上演那种就是戏剧是不是？他就会说哦 ，Could you please take that from me？ 你就会跟他演，所以你们两个都完全忽视弟弟吗？因为弟弟常常在你们附近就是飘来飘去。弟弟在那边，弟弟可以走出来吗？你们进来，弟弟。哎、啊、，Hello， 好，好不好？哇，厉害！耶！不叫，不叫，不叫！惹毛了，放大！他超气，真的被你吓死人了。Sorry，I'm so sorry。It's okay。他刚起床啊！他脸超臭，脸超臭。拜拜。他死盯着你不放哎。火大哎！不要再弄了。努拉，你看那边有没有你喜欢的娃娃？娃娃，黄色的。好，黄色的，你要吗？送你，送给你好不好？谢谢。那哥哥要紫色的吗？现在会怕小孩？会怕，会怕，会怕。哥哥，你刚刚 so sweet 哎，因为那个妹妹一直说妈妈肚子里面有妹妹，然后你就抱出她说妈妈不胖，对不对？所以妈妈现在是有更瘦吗？妈妈变瘦。妈妈变瘦。真的吗？妈妈可以进来吗？妈妈好。有比影片瘦哎。有。看一条裤子。我觉得看起来有比那影片瘦。哦，好，给你给你。那妈妈一开始为什么会帮他们拍影片？一开始，因为他讲话，我们家努拉讲话真的很好笑，真的好好笑。对，然后就是小海绵有没有？他就吸收。像一开始我最早开始拍影片是那个
买东西，你需要LINE Pay吗？嗯、他就说，你要LINE Pay吗？我们这里没有。自己讲出来的，他自己讲出来的，而且他很有 attitude 哎、欸。对。他刚刚他刚才回答那个，因为他说他们同乡，他说没有啊。对对对，他表情都是。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演一下哎，我觉得你们好适合哦、喔。你要跟我演一段吗？你最喜欢嫌弃是什么 ？You know what? I'm superstar. 啊，他更生气了。Do you like me? Hello. 宋哥，带出马的宋哥。害羞，没事，他没事。我们来演一段、啊。好高的姐姐、哦。我们来演一段，就是我去找你买东西，然后你要卖我娃娃，但是你得必须跟我说，我们这里 no lie pay，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就这一段，可以吗？还不要。可以吗？请退下。请退下。张玲来。Hello。哇。你喜欢 Elsa 吗？那你觉得我有像 Elsa 吗？你看，那你可以跟我一起演戏吗？好，那我就要买你的娃娃，你跟我说没有来配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要这个娃娃，没有来配。哦，成功了！谢谢。哎呦，你这个我这装扮是有差的，装扮是有差的。哎，里面看了吗？看了哈，看了。好，谢谢。很辛苦，一直在那边应付。谢谢你们两个，请坐。我们要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宁，掌声欢迎。哎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扶一下，不要太长，不要披风。对，小心。身体看来也是小孩子啊。对呀。没有这个大概140几公分，对，感觉是140几公分。我猜他的鼻头应该很圆吧？为什么？因为萝莉风应该就是要圆圆的，会比较可爱。哎呦，对，而且萝莉有一个重点，其实身高不能高，所以他刚才一出来就对，就会给人家这种感觉。对，请问一下你几公分？152。哇，这声音，圆圆好可爱哦！声音，发出这什么声音？是在其实你是大人吗？对，我年纪蛮大的，你年纪蛮大的。好，那我们要拿下来，猜他几岁？对，所以应该是先看身体还是先看脸啊？我们先看他的脸，先看脸，先看脸。好，三二一，请拿。哎，好可爱啊！小孩子啊，真的是，你要高中生吧？充满了那种卡通姐姐，斯曼登场嘞！哎，真的哎，真的，而且他感觉会讲日文，所以你如果不带，可你觉得他会讲日文的感觉？所以你如果不带妆的话，长什么样子？就会长得比较像高中生呢，就五官比较平。所以你脱离高中了？所以我脱离高中了。我想问你有读完高中了？有。你不会是社会人士吧？对，我社会人士。社会人士。你们可以猜一下是做什么的？你是做什么的？太久没有录影了，不好意思，打扰。应该是服务业吧？餐厅的？是不是女仆？女仆咖啡厅。好，是不是？是吗？主人欢迎回家。真的假的？不是。尾音哎，你可以透露一下是哪个范围内的，就有个 range 给我们。自媒体。自媒体。那就是直播主了。直播主，电竞的外拍。可是你拍的东西会很受限吗？因为你的脸太孩童了。对，有一点。还好。cosplay 呢？都是拍什么？脸跟身体可以分开。脸跟身体可以分开。可以分开拍。是一个灵异故事啊，这个。你们猜几岁？我觉得他看起来是18岁，就是十岁，是的。我觉得反差就是其实有年纪，我直接猜43。怎么？林哥，我们今天这里不是录美魔女好吗？我们叫斯曼登场萝莉，至少23呐。对啊，我觉得27啦。有人猜的，有人猜到吗？25，下个月25。哦。天哪！哎，你那你有很常被人家误会是孩童吧？一定的。有什么经验吗？就是去玩游乐设施，可能还会说这个你不可以进去哦。哎，对。他以为你没有18岁。对。那他身高也不行。然后夜店也进不去吗？哦，没有去过夜店。哦，你不是走那一挂的。乖女孩。好了。所以等下那个披肩脱下来，我们会吓到吗？应该没有，你身材好。我还好了。没有。
撩一下，不要撩开，先卸一下，要忍住，对对。好了，宁宁。传说中的脸跟身体是可以分开的，接下来我们要，我就帮你撕，我们要帮你那个了。为什么才第一位？我感觉就很兴奋，这样子。三、二、一，宁宁，哇！转正一点，因为你太侧了，你在太侧，侧面很夸张哎，我觉得侧面给镜头，你好吗？我觉得这个是那个脆脆的菜，脆脆喜欢这种，对，是脆脆的菜，对，他们身高很搭，对，好棒哦，人家喜欢哇，可是我觉得而且都配不上他那个角度，他太漂亮了。先生有擦粉吗？哦，有，我擦乳液。只有擦乳液而已，很白哎，哎，感觉就好滑嫩哦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可以，那我们不行，是不是？那些，它反差很大，滑嫩哦。你平时先上下摸一遍。其实我们不是在录节目，你有在看到小朋友的感觉吗？对，就是摸起来好像是小孩子的感觉。天哪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素瑶，那你会喜欢？你喜欢穿？你喜欢穿大地色系的男生？穿大地色系。穿大地色系，他穿帽 T 的男生。我觉得男生可能穿搭还要看脸。要看脸。你喜欢？那时候就是演艺圈有没有男明星是你喜欢的？五百。五百。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。干嘛乱叫他？经典，经典，对不对？五百纯粹是崇拜他在舞台上的样子吧。帅，这就是他整个人都是一个，他是一个五百精神。他就是一个好男人，然后正港台湾 man power 这样。哦，你喜欢有点沧桑感的。对，成熟男生。沈文成。好像有点台湾的一点。可是五百老师开演唱会，他要有那个吹风机吹他头发哎。往后飘。很帅啊，飘配啊。哎，他这么萝莉，他喜欢很成熟的那种。所以你如果真实世界挑男朋友，会挑这种比较有漂配的感觉的人。我会喜欢年纪大一点的。你觉得他长得算不算漂配的？对，我觉得长相太年轻了。啊，年轻，没事，他可以喜欢成熟哦。对，哇，他喜欢有点皱纹。我喜欢500那种会跟我讲台语的，讲台语讲台语，就是蔡正南。我喜欢蔡正南。一定要选一个五百，还是减五百？500。上次上我们节目，高杰大哥，高杰男神，高杰跟500，500。哎，年轻人，所以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大家会发现说你的状态就是很像真实的萝莉？出来外拍的时候，然后摄影师就觉得说哇，看起来年纪很小。你之前拍的是，因为你刚刚说脸身体是可以分开，你是有拍过很大尺码不是尺度的吗？尺码也有啊，胸部大拍内衣那一张，你是说衣服超大件，是大胸非服装那种吗？内衣大，穿斗篷大尺度，有也有拍过大尺度，多大？拍到内衣比基尼那种。哦，你很细腻。对，那你走在路上是不是很多男生会跟你要电话、要 Line 或什么的？对。可是这也是困扰的，这是困扰的。对啊，因为有男生你拒绝他，然后他就生气。啊，不然今麦是夸我没 key 啊？哎，那不是超爱吗？你不是嗨起来吗？不是讲台语耶？这个是对，这个你会开心才对。按照刚才的困扰，没有没有，你感觉是会喜欢打你的男生。打妹，所以你说那个男生是当场你拒绝他就立刻骂你哦？蛮多男生会就直接就生气的。那怎么可能？你要怎么解套？那你穿这样，你不是要给男生亏的吗？你在那边装什么？这么没品！怎么会讲出这种话？你就走在一般的路上，男生还有用亏这个字？你要怎么回他们？那你也怎么解？骂回去啊！你会骂什么？啊，不是今嘛写安诺啊？来呀，小趴下！哇，你是这个路数的，好帅哦！因为长相会。其实有的人会觉得说你长这样，哎，是不是很好欺负？对对，所以但是如果你讲话凶起来，他们就哦，会觉得反噬，他们就会倒退。对对对，对了对，会有点吓到，要凶一点，不然很容易被。哇塞，你这个就是你这是太夸张了吧？这个很小孩脸，对，真的是小孩脸呢，然后大学生，天哪，好厉害！好，欢迎你，妮妮，欢迎妮妮。接下来要欢迎到我们的下一位萝莉女孩倩倩，掌声欢迎！是我们的倩倩吗？你说工作人员走出来吗？
人走出来吗？是强，今天一直没有，我们今天确定不是的，我们今天确定不是，不可能会这样吧？一个比一个小只啊，小学生吧？请问你几公分？147啊，没有150哎，他很小只哎，小孩哎，可爱哦。你成年了吗？成年了。你是心情不好是不是？没有，所以你不会是还有在工作了吧？对，我也有出来拍照，也是拍照，拍照的。对啊，你是大人哦。感觉好，那我们面具拿下来，然后猜一下他几岁，好不好？好，倩倩准备好了吗？嗯。三二一，请拿。你是孩子，很可爱。看起来也是那种漫画，日本的漫画，长得好可爱，叫太大声了吧？而且感觉很温柔。来猜一下几岁？对，我就21吧。21。对，他看起来好楚楚可怜。他猜几岁？23吧。就是很害羞的感觉。你跟大学刚毕业那种感觉。你猜一下，你猜一下。22。姐姐几岁？23。是外拍模特儿，对对，我跟他认识，你们是同事，对，你们谁比较受欢迎？你比较受欢迎哦，为什么？没有，他比较受欢迎，对，真的，嗯，好，那我要帮你撕开你的披风喽，好，好，拆礼物，怪姐姐，来，快快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开心，2、3。哎，他的脸跟他的身体其实是完全不搭。你是玩很开心，不是这一集突然变很活泼哎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你很兴奋，就这样讲话，就我在这诚挚感谢小姐夫妻对这件事情。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吗？完全没有，他讲话就好。对对对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有，有啦，有，哪一型的？健身类的。他是真的壮了吗？还不错，帅哥是不是？几公分？那178嘛，178，所以你健身，你几公分？我184。自己站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那个落差多少。这个真的好小事哎，好可爱啊！最萌的小小孩，你是不是很想要抱住他？就是没有，其实是会激起男生的保护欲，你知道，因为他其实真的好小只哦，真的，没有到肩膀。所以你男朋友应该占有欲很强吧？是很怕你跟别的男生讲话什么的？不会不会不会啊！那他会怕别的男生抱你吗？啊，谁不怕？哦，会怕会怕，每个会怕，对对，没办法了，每个都没关系，没事没事。你可以让别的男生抱你吗？哪样抱？公就是公主抱。哎呦，好啊。那他们两个，你想要选哪一个？我觉得派翠克比较。没有，给他选，不要不要不要。OK， 这世界是公平的。不是，没有，不要对。会不会不想选？两位，你想要让谁给你公主抱？都可以的。一定要选一个，不然就打断你的腿。太帅了！太帅了！你值得。你会走心了，对不对？不会不会，因为说实话，因为我蛮怕我抱不起来的，最近没有。怎么可能？因为我最近就是稍微疏于运动，这样都在做那个受伤麻辣烫了。对，都在做麻辣烫，所以没有时间运动了。好，那你回去。OK， 来交给你。你抱得起来哈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热爱健身的男生，他很会运动，我只是把自己包起来。你赶快跳一段那个，他还很会跳舞，赶快跳一段杨丞琳那个。好，来来来。我觉得他还会打排球，赶快拖一个球，拖一个球，拖一个球，我直接杀给你看。拖怎么拖？就直接往上拖，我看得到。没有，你不要。你看看。可以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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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抱，快抱，快抱，
想抱啊，要给他抱吗？怎么？公公主来喽，来吧，来喽，什么大剧？三二一，好，跟你开玩笑的。别人就觉得你恶心，对，没错，其实我也没有咬爆。就是 kidding， 我们来欢迎下一位萝莉女孩允飞。韩国 YY 俊强化升级 ，YY 俊加 MN 重模，打造全家人的守卫队。第三件一折，赶紧搜寻永德 YY 俊。什么？哎，偷偷摸摸的，还有，他很瘦哎。好小，好小只哦！萝莉好像都矮几公分啊？149。哦，你是没有149。真的，萝莉的首要条件。哇！可是你也是在工作了吗？对，也是拍照的吗？我做直播，直播主。嗯，卖什么？哎，就是聊天唱歌，没有卖东西。哦，所以你唱歌很好听，是不是？不好听。那你干嘛唱歌？就是聊天为主。聊天为主，聊天讲笑话为主。你会讲笑话？不是啊，就是自己搞笑。你是很怕我们 cue 你搞笑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就是一定要 cue 的啊。准备面具拆下，那个拿下来了哦。好嘞。三二一，请拿。小时候，你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不喜欢你这样。S 姐，我说，嗯，我认识他是我朋友。真的？对。因为我们好朋友吗？没有，就是在同一个那个直播平台，因为我们球团也在那边。然后他超好笑，他超好笑，他平常真的不是这样。我怎么害羞？我很害羞。他是哪一种好笑？是冷笑话的那种好笑，还是很疯的好笑？很疯。那是要喝酒。有酒。艾荣应该很了解，没有他那次就是直接把我认成别人，然后我就说哦我不是他，他说你就是他，然后硬要我承认我就是那个人。那你是很爱喝吗？我很爱喝，大概一个礼拜会喝几次？5天吧。哦哟，5天算很多。什么时段？可是我没有到那种，就是我是那种小酌，大酌就是要有朋友。所以等下我们撕开，你觉得差异度会超越前面两位吗？应该差不多吧。哪有，你客气了，他很厉害，真的。艾荣，因为你这句话，我们好期待，对对对，可以期待。准备好了吗？我决定蹲下来。那很强，好不好？今天好像还好哎。菲菲 ，one， 哇，给我脱下来，应该很弹哎。没有啊，都是很扯啦，很弹哎。我们刚刚有猜你几岁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哎，来猜一下，猜一下，应该很明显吧？24。三十啊，三十了，其实蛮明显的。为什么？其实蛮明显的。哎呦，哪里？他刚讲话聊天呢，都是属于他没有到很害羞，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应对。我很害羞啊，可是他像跟我一样三十岁，他没有国文，我也比他5天啊。你也是30岁，你再跟他比一下，我看一下差在哪。哎呦，一样都是30岁。一个比较高，一个比较……那如果我降身高差距吗？那我真的是更高。你看你心机好重啊！因为你会去捉弄别人，你会捉弄别人，是感觉一个有花钱。他们两个都很大哎，还有捉弄人的那一种，哇塞！因为他没有什么博文啊，可是像我就是会比较博文，比较严重。对，你是很努力的保养，是不是？没有哎，而且他皮肤没有毛孔哎。因为化妆，你看我，也化。哦哟，不是，哦哟，懂了。这节目好残酷，这节目好美。我才刚打完皮秒哎，刚打完皮秒，刚打完皮秒，没有，每次来都会有刚打完什么东西。好新哦，所以这样子的样子是。在生活中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哎呦，对哦，我不喜欢。你不喜欢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就矮啊，所以我穿衣服就喜欢可爱。但是就是有一些我喜欢，例如我喜欢的衣服，然后可能穿起来就变得不可爱。不会，我们觉得很可爱啊。你喜欢一些可爱的衣服？对，例如有一些
例如那种 T 恤，然后就是眼睛会变形啦，对对对，会变短板，然后是显小叮当的眼睛会凸出来，就对了，好像你要你讲的感觉有点怒气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对，就眼睛会变形了。你今天话真的很多哎，我们在聊天，而且是我们聊到一半的时候，对，所以没有在那边拍手，我会克制一下。你今天很兴奋哎。是不是？但不是，也不是，就是觉得说今天真的是很兴奋，对不起。有另一半吗？有。啊？不，什么类型？就是普通人。那你演艺圈有崇拜的偶像吗？因为像他就是很崇拜伍佰。伍佰，对哦。哦，我很喜欢你。哦，谢谢。哇，好可爱哦。好会聊，为什么？这边很棒哎，就很好笑啊，然后讲话又很犀利，就很喜欢。可是你不觉得我人也蛮温暖的吗？你怎么在放屁？你太无聊，温暖是不是？你不能在强迫在十分钟之内感受到你的温暖，你的温暖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也是很善良呢。对，今天。会不会说这种话，突然就没有那么温暖？有一点可怕。温暖吗？今天很温暖。啊，懂就好。你会嫉妒吗？我蛮嫉妒，我觉得他很棒哎，我觉得他整个保养状态都很好，而且他就是蛮有礼貌的，就真的是蛮内敛的。然后我觉得还……你是不是想不到在硬讲？因为你不知道我会叫你，对不对？下一位萝莉女孩 Joy， Joy， 哎，高飞，好高，这是萝莉女孩吗？对呀，不行啊，这个太高了。他的油头太高了，不算啦。哪有哪有高的萝莉？这不算，对啊，高萝莉哦。你几公分？我是萝莉塔吧？等等，168，16多少？168。哎，萝莉塔，168这么来啊？你是不是走错级啊？你应该是去高个那级吧？可以再打我。所以你是孩童脸还是怎么样？嗯，有被朋友觉得比较像高中生。哦。然后身材也是很惊人吗？也还好，就比较高这样，所以你就是孩童脸，但是配上很高的身高。对对对，好，所以这个就可以放，就是放轻松的看。好，Joy，那面具要拿下来了。好，3、2、1，请拿。你看，是，对，因为像黄木眼。谁？我刚出道的时候。对。比较年轻，有点憨丽憨丽的那种感觉，有一点点。猜不出来几岁，我想看。猜得出来，应该年纪比较小。他应该真的是23、24那种。那个，他刚刚那个吐舌头的反应，30岁绝对不会做。真的，我刚刚也想吐，然后现在不行哦。对，吐那一下不行，30岁不能做这种事。你们两个在讲什么？聊私聊，聊起来，私聊哎，不是，我没有开一种。我要聊，我就讲，让我加入，要加入是不是？我想说，不然我们一头雾水，然后有加入。对，我就想听你在聊天。你们刚刚说什么吐石流什么？吐舌头。他吐舌头。然后下来时候有一个吐舌头的。所以你觉得他应该是很小？应该是年纪比较小。所以你们猜几岁？你先猜。我觉得23。哎呦，那我猜22，我猜二。张玲。20。这么小啊？我觉得他一点就是19岁。啊？我猜25。25可能啦。我觉得好。我20。Joy， 请问您今年贵庚？22。啊，差不多。哎呀，真的很会，你猜对了吗？没有奖品。色胚耶。好。OK， 所以我们这个拉开不会有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应该还好啊，应该只是身高，轻松轻松。换一只怪兽跑出来。好了，3、2、1。有啊。有啊。这就是轻松，有红，蛮隆重的。对啊。然后现在超害羞，你是害羞会过敏起疹子是不是？对，他超紧张，你看他的手。哎，男生好像都喜欢这种，就是很害羞、很害羞的那种，就很想要去逗他，对不对？翠翠，哎，不，蛮好的。我觉得太不会，因为怕在看他的时候头都要抬起来，很辛苦。这也不用，这也不用。你有男朋友吗？现在有，有男朋友，有是帅哥型吗？是，我觉得帅哥，我觉得蛮帅的。有超越他吗？你这样讲，蛮容易超越的，蛮容易超越。我的菜是我是搭讪的。你那么你是真的吗？
什么场合？什么场合？就是学校的校庆，然后他是学长，然后就是有同学跟我说，哎，今年最后一年校庆，如果你不去找他拍照，就没有机会。没有机会。对，我就是想偶像剧的情节，像陈怡蓉。所以呢，我就去找他拍照，然后就把照片传给他，然后就跟他聊天这样。所以你还蛮有种的啊。对，应该算这方面。遇到喜欢的话，你会敢出手。对对对。所以现在还是男朋友？对，还是是应该是非常帅吧？有没有像演艺圈哪一个？他自己觉得不帅，哪一个人的样子？演艺圈也还好，他就是单眼皮的那种。单眼皮，你喜欢朴叙俊？对，我真的喜欢朴叙俊。他长得像朴叙俊吗？哇，朴叙俊很帅呢。我自己这样觉得，他自己觉得没有。他自己讲，他比较公务人，他是警察，所以就是比较正经点的那种。然后几公分？警察很帅啊。一七六，警察朴叙俊。一七六长得像朴叙俊，那很好啊。对啊。他自己觉得没有啦，我自己觉得有。对，我觉得有。对。哇哦。所以那演艺圈有没有喜欢的偶像？就是朴叙俊，就朴叙俊，对，就是那型的。台湾没有，台湾都是垃圾，也没有这样啦。我都去 KTV 都会点你的歌。李先生，您的话说早了。什么歌？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先陪他，来陪他。你可以唱十分钟的恋爱啊，也可以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带你。对啊，为了确认他是真的会唱你的歌，他必须先开头，你不能带。那你先唱，我在后面帮你唱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就他忘记哪一支档。好，你来。一、二、三。好不好就忘掉，不会再唱起这首歌。我唱不好，残留下破碎的拥抱。你却会唱他的歌啊？可是就是必点啊，就是必点，他是必点的歌，就我都会点那几首。所以是你的朋友都会唱他的歌吗？会啊，我们会一起唱。真的，开心的事情。你刚才说你几岁？22。所以他在李维峰在22届中算是很红的，是不是？红，那时候有那个偶像剧的主题，对对对，有一个偶像剧，对对对。所以今天看到他有没有很开心？蛮开心的。谢谢。觉得他帅吗？蛮帅的。哇，还称赞，谢谢。哇，感谢。这样高兴了吧？非常开心。秀宇有什么想要那完成的小心愿吗？跟维峰握个手。哎。谢谢。哇，我突然间 Joy， 你完成了他的心愿。签了是这样子吗？哎，不是吗？不是，我还好，对，还好。好，谢谢。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啊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。反正就有可能。最后一位，接下来最后一位萝莉女孩，让我们欢迎阿斯。他也是高的，来，哦，穿着就是很孩童的样子。你几公分？158。158很正常啊。158。所以你是常被人家觉得你是小孩子，是不是？素颜的时候很像高中生。所以你现在是有化妆，是不是？现在有化妆，还是应该素颜来？你有化妆跟不化妆差很多吗？我觉得有差了。所以现在面具拿下来是看起来是成熟的，是不是？看起来是 OK 的， OK 的，没有好，那你就拿下来让我们猜年纪喽。孔哥，好，来，3、2、1，请拿。阿斯，真的阿斯是学生的样子，学生的样子，高中生的样子，就是高中，真的是高中生，顶多二十，真的，所以披风里的身体是藏着什么？藏着有料的东西。有料？是不会是什么虾酒吗？贡丸的？鱼丸燕酒、八字姜、天刀面。天哪！这样不好吧？都敢这样讲了，那一定要很隆重的推那个拉开喽。有，来喽。怎么了？我们应该期待吗？期待一下。3、2、1，请开幕！哇！死高一点！啊！死高一点！啊！谢！好强哎！好弹！还笑！好弹！
是不是，他还鼓掌哎，是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反差还蛮大，他刚这边真的有，他可以鼓掌吗？对啊，他可以有超久了，鼓掌十秒钟，十秒我为了胸部鼓掌，不是为了胸部，是为了这个节目。就是这整体的效果，对，我们看演唱会，别人唱完一首歌，你会鼓掌吗？会，我会鼓掌。今天拍摄，然后胸部看也会鼓掌。哎，对，同等同等同等尊重，同等尊重。秋雨，这就是你平常点的歌的原唱。这就是你的原唱。你失去了一个粉丝。好了，对不起，你继续。这一集要道歉。那你看到美腿会鼓掌吗？不会。只有胸部，不是我再说一次，我鼓掌，我因为他刚 scroll， 我想说做一点效果比较好笑的这样子，不好意思，好了，不要再逼他了，不要再逼过他了。那阿斯，你的职业是跟前面有雷同的吗？我也是外拍模特。你都不给我们猜，哦，是模秀，外拍模特，外拍 model， 所以你尺度有到很大吗？比基尼，比基尼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，但还是学生啦，嗯，对，学生。对，大学生哦，还是大学生，还是大学生。所以当外拍模特儿有没有就是一些辛苦的事情？就是大家都说，罩杯越大，薪水越高了。嗯，对，就是，但是相对可能凹尺度就会有一些啊，凹尺度可能会希望你再多露一点啊，再大尺一点。对对对对对。你曾经被凹到，你真的觉得我不这钱我不赚，有没有这种事？哦，有有。他叫你做什么？就是我不拍那种细钉高叉。细钉哦，细钉高叉谁会拍啊？你们有人拍过细钉高叉吗？怎么可能？允飞，你允飞，你拍过？没有，我不是，我没有。你没有吗？对，他直播，刚刚没有聊。直播里面有穿细钉高叉，只是观众不知道，观众不知道，对，自己的。所以那次你拒绝，然后有没有场面很难看？哦，我是在讨论的时候就先跟他说我不要，就我一直跟他说就是，我不拍细钉，可是他就一直跟我说什么。那又不算，就是那个就只是你小露一点而已啊，那又不算什么的。但他那时候钱是有给你更多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所以如果他给你三倍的价钱，三倍的价钱，三眼睛而已亮，没有没有，还是不行。就是四倍，四倍，五倍，五倍，五倍。哎，我不行，我今天是喊价，五倍价吗？一百万。我可以拍吗？我可以拍吗？两个人，对，一直在戏里。哇，所以这个是你的平常作品，对，这是比基尼。哇，很唯，其实是唯美的。你为什么又拍手？他刚刚拍手，几下？你拍几下？一下。他刚刚都拍，都被抓到。因为我刚刚很想要讲刚发，但是我觉得被骂，所以我就收起来。你刚才想讲什么？没有，我刚刚想，哇，这个不得了，就开始想补一些人，没有，他就想说算了，不要讲，压力很大，很怕被骂，你知道吗？OK OK。哎，慕言那种这样子的 look， 你可以接受吗？如果拍的话，我吗？我不太适合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巨，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很漂亮，而且很阳光。女生会羡慕这样子的吗？其实蛮羡慕的啊，如果有我们当然好啊。你们五个女生一起这样经过那个李维峰，李维峰你不用压抑自己，你就是有想怎样就怎样。对，开始。大挥手。你尊重他们的，遮住了，遮住了，不好意思。我反而，我说实话，有点距离有点太近，反而觉得，因为他们都太小只，我觉得感觉年纪都好小，真的在这样面对面看的时候，反而没有刚才聊天的时候那种开始装正直。对对对，真的不是。你现在想反回一城是不是？完全不是，是真的是真的。但是我还是可以，还是会拍手。我需要拍手，拍手必须。但是等你们走过去之后，我才会自己拍手。对对对，一般不会。哦，好，太近距离，那让你们这样走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对，走一下。冲过去摆一个你们平常外拍会摆的 pose， 好不好？对。啊，可以哦。阿斯 go， 停。哇！哇！好！哇！爱笑的女生真的是。宁宁 ，Let's go！ 阿婷。哇！我第一次知道二号大哥那台可以升这么高，我以为是
是摇臂耶，在那边，哇塞，大哥你这个是可以生产的，对啊，你第一次使用的技能，对，五年了，而且该不会二号大哥也在拍手吧？精品在拍，好，千千换你了，四哥，二号会不会升起来？没关系，你就到那边好起来。跟你讲，刚喝醉，最可爱，最可爱，还是白喝醉的姿势，喝醉的跳过去。哥，还是要不要喝一个下？睡，好吧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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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预备，好起来 ，Go。哥哥要再喝一杯下吗？好冷静哦，好冷静哦，立刻下下。突然，因为既然二号已经有升降的功能，要不要挑战一次？我觉得这个东西好挑战哦。师姐可以，哥哥要不要喝一盘？对啊。好，不然走过去，你要不要喝一盘？Action！ 哇！哥，要不要跟我喝一杯？没骗我呢。来，李维峰来一个，快快快！要不要跟我喝一杯？这样，你都搞掉了。没有，这可以摇的，好，这还可以要，是不是？绝对拒绝了。浩大哥，拒绝了。全都不美嘞，你看不到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嗯，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